年轻的景王可是最受宠的皇子，他可是上过战场的将军，他的床枕都是战俘尸骨做的，人屠将军。他曾经放火屠了一座城，青州十万人都被烧成了焦炭。美人，原来是你，我便心生爱你。美人自见真心，本王乐意之至。到底是想得到什么？明明只想让王，人人都当本王是疯子，所以最好不要激怒一个疯子。你不是屠城真凶，我有证据，救我。这场游戏既是你先开始，现在便轮不到你来解释。明明迟早是王爷的人，王爷何不等到和亲大宴之后？本王可以。王爷和我都是为了死人活着的，冤魂不安息，我们不敢死。王爷来说呀，送你最后一程。我此生只有一个愿望，手刃屠城之君。你毒发将至，青州的本王一定报。这辈子找到我，仇人找到，爱成主人。你文华阁都看到了什么？我看见了你，梅林看见主人。我们可以合作。本王不需要合作者，你想找西烟之子合作，本王提醒你，自你出赵玉琪，无论生死都是本王的人。王爷，别出声。你今日的任务便是陪本王过节，行的事莫要操心。为何总因为不相干的事而让自己置于险境？曾在那里见过一片蓝色星河，那是本王见过最美的风景。也想让你看看，少三是动真情了，他爱上了自己的妻子。